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去感受不一样的城市之美吧。然后确实也是带着老人，然后觉得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休闲的一个旅游的一个状态啊。然后也是想感受一下本地文化，包括链接这个整个长江的一个沿路旅行的一个风景。南京到武汉航线呢，它的整个行程是4天3晚，游客通过这样的一个行程呢，既可以领略江南文化的自然风光，也可以深度的体验长江文化以及我们长江下游地区啊，江南的很多风土人情。